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运动员动位调，南韩平昌冬奥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中，选手们也干柴烈火的互相约出来见面、约会和一夜情应用程式。牵着指出，自从2月9日冬奥开幕后，选手村内的使用率增加了 348%， 双方成功速配的状况更增加 644% 之多。据韩国时报报道，在各国参赛队伍当中，美国队使用 Tinder 的次数最多，其次是瑞典和英国。美国俯视冰橇选手戴利 John Dolly 表示，该国运动员过去在参赛时都会使用 Tinder， 毕竟现场到处都是外貌姣好、身材完美还穿着紧身衣的对象。平昌冬奥官方为2925名选手提供11万个保险套，每人平均可用37个安全套。2010年温哥华和2014年索契冬奥则有10万个保险套，但和2016里约奥运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，当时选手共有45万个保险套免费使用。